妈，哎，你给收拾厨房了呀？啊，你说这厨房这两天我抹的可脏嗯，收拾怪干净的啊，明亮亮的。再做点那个毛耳朵吃吧，妈。你想吃了呀？啊，中了。做点如果十二啥时候想饿了，你也是吃俩吗？那也行。这是化好的白糖水、红糖水，这一定得是温开水化。化好之后，冷凉再加上食用油都可以和面了。先用白糖水和面，一会儿再使红糖水和。这面也和好了，使保鲜膜给它包上，醒个1-20分钟。你可弄好了吗？有啊，不是还有鱼丸嘞吗？哦，是的，嗯，怪快呀、那你趁俺都做点菜好吧，啊。咋？上小锅炸算了，这搁到这炉子上不中。中完老去弄点菜过去。少抹一点水，给这个红汤面放上。就这一点点往下卷都行，一定要卷的实一点。这个包住个冰箱冻个1-20分钟，照着好切。你都切这些了吗？你可香呀！应该看着还成功嘞。这炸的肯定可好吃了。你先切着吧，我去给火弄着去啊。这油中了吗？往上下吧。中了，这油5成热都中。啊，不按照热喽。咦，怪好的呀，妈。可干了嘛？咦，看着真好。是吧？我嗯。跟买的一样。这得放凉才能吃是吧？这会儿热它不焦。给一会儿尝尝。真焦呀，要尝尝。可焦，还你听，还烧熟着嘞。炸完了，又炸这些着嘞，还是要再尝一下。吃的中吗？中不嘞，比买还好吃嘞。你也吃点么嘛？中啊，我端过去，你姐俩吃。中啊。